小猫咪，我一小时前就叫你们整理房间。对，但是我们还在玩。到、嗯哦，把东西全部收好，马上。他真的生气了，都怪你，怪我，是你弄乱的耶。玩具是你的哎，哼，嘿，你们怎么了？没事。别这样，圣诞节应该要开心啊。都被破坏了。嗯，我想有个圣诞节的故事可能会让心情变好哦。不可能了。对啊，随便啦。故事叫什么？爱生气的精灵。哦，在平安夜这一天，艾尔福把最新作品拿给圣诞老人看。啊，去我，好可爱的小狗。哈哈，不止可爱啊。哦哦哦，去我，小朋友会很喜欢的，快叫玩具工匠来。啊，去我。嘿，你们去当圣诞老人的精灵，说不定可以让你们爱生气的脾气变好。才不可能。走吧，喵咪们 ，Let's go！ 各位精灵，玩具时间到 ，Kit Kate， 你们挑零件，艾维拉负责组合，我来涂颜色。Yeah！ 记住，快乐精灵制造快乐的玩具。随便啦。妈，谢谢，一只旋转小狗马上就好。怎么好像有点不对？说不定是 Kit 和 Kate 拿错零件了。说不定是艾维拉组合的技术很糟。很糟？你说这叫很糟？注意看。看吧，我就说嘛。啊！都是你害我的。艾维拉，没关系，有时候会有意外。哎，你们拿颜料泼我们？你们明明看到。我被铁锤敲到我的大拇指，现在颜料没了，我要怎么帮玩具涂颜色啊？用你的胡子啊。我看拿你们涂好了。哦，圣诞老人来了。啊，请我，海尔福，这里是怎么回事啊？喂，这个嘛，怎么弄成这样？他弄脏我的胡子。错的零件给我。我们心情不好。不能心情不好，一不小心坏心情就会像感冒一样就四处传染。不过刚好我知道怎么让坏心情变好。当我心情不好，当我感到沮丧，我会玩一个笨游戏，你也可以来玩，像傻瓜一样跳舞，在发出怪声音，呜啊一呜啊啊一，你的坏心情很快就会变成好心情。当我心情不好，当我感到沮丧，我会玩一个笨游戏，你也可以来玩，像傻瓜一样跳舞。快点，一起来！再发出怪声音，你的坏心情很快就会变成好心情。于是精灵们的坏心情真的变好了，他们一起快乐地为全世界的乖男孩乖女孩组合玩具，放上雪橇，然后圣诞老人准备出发了。吼吼吼，圣诞啊！你的坏心情很快就会变成好心情。谢谢妈咪让我们心情变好。Kit， 我对着你按按钮会怎么样呢？我变成清洁房间机器人。我也是。还有我。所以这样就能传播圣诞精神。